这是美国烟吗？学长，这是美国烟吗？按照组织的指示，我已经把老陆留的东西让给了山城来的周先生。你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但愿他们能信守承诺，毕竟大家都还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。可是现在林夕已经有了拿东西换人的念头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按你所说的情况来看，林夕不是一个不懂得民族大义的人。可是刚才他为什么会反应这么大呢？被绑的是他的兄弟。我有这么一个猜测，或许他们已经达成了某一种一致。林夕只是为了争取时间，假装答应朱启文。这个我也想到了。难道说他们想强行救人？这么做的可能性很大，但这么做风险也很大。一旦他们失手，名单就会落入敌人的手里，林夕恐怕也难以脱身。我倒是有个方法，不知道可不可行。演戏好玩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在演戏？用力过猛，过犹不及。你不是个好演员。其实我根本不爱喝白酒，就是想刁难你。我也懒得跟你计较，你要是想让我帮你救人，完全可以直说，何必要演一出戏呢？苏南是个好姑娘，这件事情越来越超出我的控制范围，我不想让他参与进来，也不能牵扯我的其他兄弟。东西可以给你，但是你得帮我救人。人我可以帮你救，但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我的确骗了你，因为比起你，我更愿意相信苏南和老陆是一路人。但是他主动让我把东西给你，那我就不再坚持了。再说了，你不也骗了我吗？去我家的那两个电工到底是谁？我不知道，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他们是在帮日本人办事。之前为什么不说实话？因为你是帮会的人。帮会怎么了？瞧不起谁啊？钥匙的主人是孙然，是日本人的走狗。你们帮会的朱启文一直跟日本人有生意上的往来，家国存亡的事情，我必须谨慎。亏你还调查我。我跟姓朱的是死对头。我知道，你和你干爹宁可日子都过不下去，也不肯跟日本人合作，我才愿意和你坐下来聊聊。我愿意信任你。那怎么着？人我可以帮你救，但无论如何，东西归我。没问题。很准时。李云飞呢？先见东西，再带人，得懂规矩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讲规矩？别废话，我必须先见着他。
干什么？走走。你大哥呢？我不知道啊，他没在家吗？不在啊。你知道他干爹家在哪吗？我知道。带我去。你的人刚刚在闸北扑了空，用我耍花招，你还嫩了点。你跟日本人合作多久了？林夕。知道的越多，命越短。来，那哎呀，赶紧啊，快点，快点！想清楚了，我要真出什么事儿，我师父跟大哥，人被劫了。怎么样，我姐花样耍的还可以吧？那我想看看你救得了别人，能不能救得了自己。干爹，师傅，回头再找你算账。聊聊吧。既然林夕不跟你说实话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他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做了不该做的事情，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我不管他拿了什么，你威胁我的儿子，绑架我的徒弟，想好怎么解释了吗？你俩真是一个样子。哥，昨天我就是小赌了一下。谁知道那也是朱启文地盘啊！你的事回去再说。谁把干爹请来的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哎，
师傅今天要是不来啊，我们走不了。我就明说吧，东西交出来，码头给我，大家平安无事。这笔账算的还是蛮精明的。用码头换林夕的命，这笔买卖你不亏。念在我们的旧交情，我给你提个醒。这件事背后的人是你我惹不起的。我惹得起惹不起是我自己的事情。林夕就算把天吐出个窟窿来，我也会替他补上的。这种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太让我意外了。我以为你是那种不会护短的人。那得分人。跟我回去。林夕，带人放账。干爹，上车。你到底捅了多大的娄子？为什么都闹成这个样子了？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啊！说话！昨天才拿到的，本来以为我能解决，没想惊动您。您的名字为什么会在上面？这个，我先收着。不，您不解释一下吗？下车！下车！家里有客人。苏小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说话的？要不是苏小姐今天来找我，家里恐怕步子就是你的灵堂了。哦。林夕，你不打算跟人苏小姐说点什么吗？谢谢。好了好了，这下菜齐了，可以吃了。啊，那不要客气啊，当自己家里一样好了。哎，跟苏小姐加菜了没有啊？不用客气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好好好。苏小姐在哪里高就啊？我现在还在读书，在复兴公学国文系大三。哎呀，那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上学校啊。家里人是做什么的？我跟韩伯伯生活在一起，他是复兴公学的大学教授。难怪嘛，家学渊源啊。苏小姐，你的前程似锦哦。哦。哎，你是怎么和林夕交上朋友的？我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自己什么货色，你自己不清楚啊？您什么货色，我什么货色呗？哎，好啦。哦，对了，苏小姐啊，今天真是多亏你了啊。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谢礼，当成敬意。不用，阿姨，这个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老赵，苏小姐不必客气，区区薄礼啊，见面礼，收下吧，收下。给你就要呗。
是不少钱呢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挺好的，合适。苏小姐，以后要常来家里做客啊。好，谢谢赵叔，谢谢阿姨，谢谢你们送我的见面礼。哎呀，客气客气。天这么晚了，你去送送苏小姐。我还有话要问您呢。废什么话，回来再说啊。林夕啊，再见。好，再见啊。看得出来，你干爹很关心你。上车吧，我送你。谢谢你，苏南。嗯。保险箱里到底有什么东西？你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？我要你亲口告诉我。保险箱里至少有两样东西，一个是货物提单，另一个是爱国商人的名单。爱国商人？名单上那些人或多或少都为抗日事业捐过款，你想想看，要是这个名单落到日本人手上会怎么样？其实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你和老陆是一路人，我果然没看错。这个名单我可以不要，但是你要保证，它绝不可以落到日本人手上。我保证。放心吧，我要想给早给了。等运付完周应渠，我一定给你个交代。要知道，现在最不希望名单流出去的人是我，你晓得吧？好，我相信你。走了。对了，今天我这么做，只是为了那份名单。韩伯伯。伯父好。李云飞，我帮你救了，东西给我。着什么急啊？吃碗面。倒也不必。我知道你从来不吃外面的东西，我也从不把东西给外人。
寄回来的，挺有想法的。看清楚了，是你想要的东西吧？不错，确定没别的了？你昨天问过同样的问题，这保险柜里面除了提单，到底还有什么？没了，我就是跟你确认一下。对，东西已经给你了啊，这件事情就算结束了。好吧，以后恐怕我们见面的机会不会太多了。但愿如此，认识你之后，日子就没太平过。以后一切小心，如果遇上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，阿别，尽量不麻烦你。但是，得要真的有什么事儿，给你打电话。要是再见面，别再拿枪指着我了。走了。派人盯着他们，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世子啊，朱先生，随分と雅な趣味です。好雅兴啊！道理から言えば，按道理，名簿は今日午前中に手に入ります。谁的道理？何をどきですか？商売をする以上，做生意，こだわるべきは期限だ。武田先生的生意是要时效还是要结果？両方的，都要，就都没有。我给你什么，你拿什么，这就是我做生意的方式。说，在大上海滩，除了我，没人敢接你这桩买卖。朱さんの力はよく承知している。我当然相信朱先生。ただ、あまり時間がない。名簿の人間の名を墓標に刻む前に、夜が明けてしまっては心配でね。林夕这个人，我还算了解。命都不要了，也不交出东西，而且赵涵竟然也主动搅和进来，这背后肯定还有什么问题。事情到了如今这一步，已经不是我们自家人关起门来就能解决的了。想要成事儿，你得先迈出第一步，藏着没用。もし私が表に出て力を貸す必要があるときは。いつでも言ってください。记住，是我在帮你。わかる？提单都经过谁的手？要尽快写一个任务报告。是。据我得到的线索，孙然带走的除了提单之外，似乎还有什么其他很重要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弄清楚了吗？不知道，不过我会继续跟进的。哦，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行动过于活跃，既然提单已经拿回来了，
这件事情要尽快结束。可是如果燕君啊，现在租界的情况那么复杂，要以大局为重。哪去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？哎，哥，还没睡呢，我出去散散心。没干什么坏事吧？没有。哥，早点休息啊，我去睡觉了。你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哦，对了，哥，今天去救我那哥们儿什么来路啊？他那身手，他身上穿的衣服料子，哦呦，一看就不是一般人。你什么时候认识这样一个新朋友？你都不告诉我。没有别的吗？没想好是吧？行，等你想好再说。我先睡。先别洗了，都过来。最近大家拉车都很累，飞哥也很辛苦，赌钱输的辛苦。他今天要给大家做个榜样，执行下家规。
点。干爹，干娘，林夕来了。那你们慢慢谈啊。哎。干爹，那份名单的底细我已经知道了。哦。您就告诉我，为什么在名单上？打开那个看看。朱启文，请客吃饭，不能去。为什么？您在名单上呢。朱启文背后是日本人，他这个时候请您吃饭，摆明了鸿门宴吗？前段时间你们都穷得叮当响，我也没有接济你们，有没有记恨我啊？没有。说实话，有一点。不是干爹不想帮你，是因为我手头也并不宽裕。我用我这些年的积蓄，从美国佬手里换了一批武器装备，捐给了国府。被日本人盯上，不意外。谁列这种名单？落在日本人手里，那不是害人吗？就我知道的，那个名单上的人，捐款捐物只比我多，不比我少。我不管那些，反正今天这顿饭您不能去。我必须要去啊，而且只有刘邦去了，这鸿门宴才能开得起来。行，您非要去，我陪您。苏南，林夕，怎么一个人？没有男同学送你回家？这不关你的事。说吧，你找我什么事啊？我跟周应群打听过了，他应该是不知道名单的事情。他竟然不知道？那你把名单给他了吗？当然没有。我可以给你透个底，我干爹的名字也在上面。蹊跷的是，朱启文突然要宴请我干爹。你怀疑这背后是日本人的意思？目前这个名单在谁手上都会招来祸端，你们还得提前想好对策。云飞，他怎么来这儿啊？那是谁啊？我同学贺小院啊。哦。朱经理好。朱启文宴请赵涵，老郑新酒楼，大人找，林夕他们也去。下一步怎么办？听你的。老板说了，最近要低调，别多管闲事。
在下面等我，放心吧。请。坐下，赵先生。他给他多么久？我是武田。这位武田先生是我的朋友，也是生意伙伴。你做什么生意，我一向都没什么兴趣，所以今天这顿饭，我们还是速战速决吧。那我就直说了。那名单上是不是有你的名字？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装糊涂就没意思了。那份名单对我们来说可是笔大生意。我们？我什么时候答应给你们做生意了？啊？你死我活了这么多年，怎么突然就变成要和气生财了？生意嘛，跟谁做不是做？哦，我跟你，我跟他，你跟他，买卖做着做着也就有了。只要大家的钱混在一起，天大的事儿，看在钱的面子上，也能花个七七八八。조사もしあなたが名簿の共有に同意していただければ、私はすぐに木村運輸会社に連絡をして、あなたの代通不当と。10年以上の契約をさせます。さらに我々は商会を代表し、あなたのご家族の安全を約束しますよ。武田先生，在上海我们赵家人的安全不需要别人来保护，谢谢了。那你的意思就是不想拿出来了？嗯。东西在这儿了，这件事情今天就翻篇了。